顺吉气，过好日。今天在桃园区农业改良场跟大家说说立秋。桃园三号是桃园区农业改良场育成的水稻品种，适合北部地区种植。这个品种谷粒外形不但大且饱满，白米晶莹剔透，烹煮时会飘散出浓浓的芋头香气，尝起来口感更富有芋香，且黏弹性极佳，因此造就了桃园三号从2010年起连续4年获得全国十大经典好米，2014至2016连续3年获得全国名米产地冠军之一，2017年更获得台湾稻米达人冠军赛、台湾好米组及台湾有机米组双料冠军。桃园三号在二级作谷粒充实期间的温度较一级作来得低，稻米香气更不易挥散，所以更胜于一级作种植的稻米。然而在北部地区二级作栽种时要特别注意，一定要在立秋前插秧，避免后期谷粒充实期间受到东北季风造成的低温影响，才能有较佳的产量和品质。今天说的是立秋，另外23个节气您也清楚了吗？